夜晚上来时候斗啊斗到感动你天地是心从后压灭夜太美你会再为开放了18年的旺角行人专用区曾的曲终人散，有不少表演者都趁最后一夜驶出浑身解数。大批市民来到旺角见证历史时刻，有粉丝把握最后机会同表演者作最后道别，有人献花，亦有粉丝大派大牛500元表达心意。好舍得呢，好唔舍得呢两家，好唔舍得咁多好朋友咯。唔舍得系边个？冇咪隔篱嗰个。唔系，我哋可以有个世界，今日赢咗，旺角就我世界，旺角冇咗，我哋已经好失落，好失落咯而家。踏入夜晚10点，喺警车嘅带头下，多架的士、私家车驶入西洋菜南街。标志住旺角行人专用区的终结。拜拜，多谢晒各位支持咁耐。哎，彩鸡拜拜咯，小美，彩鸡拜拜咯。拜拜，彩鸡，我都好唔舍得噶，拜拜。飞吻一下得唔得？怼埋你，怼埋你。